LA 前队长基敏2020年7月因涉及了欺负前队友敏儿的争议，参观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并宣布退团。更有媒体爆出机密，没见过家人朋友，只有一个人安静的待在家。今天 LOMELO 娱乐宣布签下机密，机密也透过经纪公司回应，这段时间有很多想法，获得了可以回头审视自己的时间，我仍旧感到谨慎小心，还是希望可以试着一步一步的往前进。公司也有曝光机敏最新的画报，让部分粉丝也开始期待新的机敏站上舞台的那天啦。